司令，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？你问的是他。想当初，老子的队伍排开当这一带，总共是几个人？一把小枪，玉皇军追得我是晕头转向，多亏了阿青嫂，她教我水缸里面把针藏。你气呼吁水面不改色，五十一样，轰走了东洋兵，我才躲过大难一场。是这样，救命之恩，终生不忘。俺胡某将义气，终当报偿啊！这个女人呐，不许云长。将这草包，老许的路不打风向。他态度不卑，又不抗。教这一搞的什么鬼花样？他们到底是新疆还是秦王？我还要旁敲侧击将他放。阿青嫂抽烟，人家不会，你干什么呀？只在听得司令讲，阿青嫂真是不寻常。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。若木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。参谋长，你有花枪舍己救人不敢当，太长参军王将一桩，司令常来又常往，我有心为靠大树好朝阳，司令的宏图不慌方能遇难又长相。今此君就在沙家浜，这
棵大树好乘凉，你与他们常来往，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。雷琴起心早同呼着，再开发现花就在绣房，要不时刻看平所以当，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，人一走茶就凉。有什么周详不周详？阿青嫂真是开茶馆的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，佩服佩服。